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阿生。我们今天来到的是韩国 Cup 区的总 Captain 的办公室，我们来进去看看有什么好玩的、有料的东西。好的，我们来到的是 Pub 区，他们的办公区域。我一开始看到就会有一个类似吧台的画面。那么这边呢，其实都是有丰富的饮料可以制作，大家就是可以拿多少一点。真的，我是韩式的饮料，真的没喝过。以及他们的餐点区域，有一些零食小点。哦，这个好像是热狗条的东西，是不是？当然也有这个胶囊咖啡啊，自助式的。这边呢也有满满的饮品，可以让大家补给能量，这都是免费拿的。我还拿了两三罐放饭店，自己一个人喝，真是过瘾。方便的部分是他们的小房间哦，那这个小房间其实你可以看得到，它是做了十足的隔音棉的一个效果，哇，一进来讲话完全不一样。OK。观赏在这里面感觉就是说你专门就是要讲一些私事啊，讲一些商业机密用的，它的隔音的感觉是特别不一样。我一进来讲话就感觉到很不同的声音的感受。小小的空间不会算太大，真的算是小黑屋，大概就是坐四个人的大小，要讲一些秘密干嘛的还不错。我一开始以为是吸烟区，后来发现做的很像日本的那种吸烟的感觉，不过其实不是，专门讲电话的地方。好了，来到办公区了，讲话要小声一点。你这边可以发现到他们真的对员工非常非常的照顾。因为呢，基本上每一个人的办公桌都是升降式，而且还有配合上荧幕支架，而且每一张办公椅呢都是标配的人体工学椅。座充这通常你自己去额外买，都要还额外再花钱。但他们这边是220币，所以他们是走圆形的一个充电孔洞。那我觉得旁边这个很可爱的是，也是小标配，它是有点像是一个文件柜，但是旁边它还加了一个垫子，你可能坐下来想要跟同事闲聊。Hey Carrie， 你今天过得怎么样？这样就坐下来了。哇，左边可以看到这边有非常大的一个 U 型的围墙哦。这个投影幕呢，放的都是他们这一次 PUBG 比赛的相关东西，在这边算是不间断的在播出。还有一个很帅气的雕像，他们的系列赛的雕像。当然啦，少不了这个油桶。其实身为一个游戏魂，我看到这油桶就会不自觉的想把它打爆。还有，我觉得非常经典的 PUBG 人物，衬衫黑领带配三级头盔，他们的画作。来到 Crofton 的公司，一开始进入到餐厅就满满 PUBG 元素在里面，欢迎大家。饭厅区的旁边放的是他们这是历届得到的游戏类的奖赏跟大赏。我这边还有那个积木跟乐高，这个乐高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我从来没有在市面上看到有贩售过，因为我也是一个会逛乐高商店的人，但是我从来没有看过他们有卖 PUBG 的相关内容。那大家对这些图可能会感到有点陌生，因为它是其实是《绝地求生 N》。它其实《绝地求生 M》的手游的地图做得非常的精致，这个很可爱。他们的四人驱动车还有空投箱，那空投箱还有冒烟，他用一个积木做出来一个冒烟的效果，超级可爱。哦，这个我也很喜欢，它这个是做出了有点像枪战的感觉，室内枪战，大家在外面火拼。然后这边有一个人很闹，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一个裸体男拿这个平底锅在旁边埋伏，他不知道要干什么。上一次在2019年来韩国的时候不一样，他们其实 Crofton PUBG 已经是换总部了，所以他们的吧台呢原本是工业风放在办公区的置重，现在是在餐厅区啊。你可以看到他们这次有做一个类似 Bagel 的小大象联名，很可爱。那来到 Crofton 这个 logo 呢，就是员工可以点餐的地方。他这边吧台呢，他其实是需要付费的。我们来看看有什么项目。我这次来到的是咖啡系列，这看起来很好喝，这不知道是啥。哎，他这边还有一个吉利一的人，哎呦，看到了。你看这边1000块韩元，大概就是台币24块，现在的汇率啦。他有那个一些小点点心什么的。其实这些员工价虽然要你付费，不过他不是拿来赚钱，这是马卡龙吗？为什么马卡龙只要12块？哇，好便宜哦。他们这边员工餐就是给大家满满的享受跟福利。哦，这个看起来真的很好喝。我等下要喝这个，那我要喝这个。Large， 好 ，Ed， 那是员工证，是 Gary 啊，就是我这次的小帮手。你这次出差全部都总部付钱？没错，真是过瘾。可以帮我们吃垮了。看一个才24块台币，要很难吃垮你们嘞！我吃到撑到吐都没办法。后来他们的行动补给区了，这一边呢其实也是他们的餐厅的一个冰箱区域哦。你可以看到这边有酒精啤酒跟无酒精的啤酒。谁说上班不能喝啤酒呢？我刚才我很难想象在台湾。
你可能拿一罐啤酒，你可能拿一罐台啤，然后坐在你的电脑前面要办公的时候，一定被你老板白眼。但这里是韩国，各位，香肠类，那旁边就有微波炉了，所以都是可以直接热来吃的。他们这边还有煮熟的鸡蛋，那打开来就可以直接剥开来就可以吃，而且是水煮蛋的那种感觉。只是它的口味不知道这两款差在哪里。那当然，来到韩国怎么会少得了年糕呢？旁边还有披萨类的东西，在这边工作很难不胖哎、欸，老哥。看很多游戏工作室，他们其实都会用这种电子锁。我们现在会去楼层是在35楼，所以这边的员工用餐区域其实也有一个吧台，然后你可以哇坐在这一边，边思考着你的客户或是你的主管对你的需求，你等下要怎么工作，然后看看外面美丽的风景，太过瘾了。我来到的是他们的用餐区的中间区块哦，这边蛮特别的，是它其实还有一个投影幕，然后呢还有一些电脑荧幕。那这边有时候不定时会举办一些，比如说员工之类的一些活动，或者是游戏竞赛哦，非常的 chill。好了，再出去就是他们的员工用餐区域了。现在是中午的用餐时间，人非常的多啊，大家正准备要放饭。就是吧台自助区域，就是我们昨天大概是晚上10点的时候呢来这边吃，你会发现有一些微波炉，这是拿来煮泡面用的，配合上的是他们这个特制的碗。那这个碗呢好像它是里面有一层不知道什么东西的，所以放在上面它就有点像是电磁炉加热的效果，它不需要再额外的开火。我会想拿一本书去把它盖住，不知道怎么自觉就会想泡。但来到了韩国，他们的泡面的选择肯定也是多到爆。我来看一下，哇，满满的。我昨天是吃辛拉面的，这个东西应该是韩国这边的招牌了。当然还有其他更好吃的口味，下次再来试试看。那当然，有些可能比较赶时间的，想要用泡的带着走，直接带上去自己的办公区域吃的话呢，这边可以任君选择。来，这边有什么泡菜？这个白饭，这个午餐肉拿去配在泡面里面吃，肯定也是非常的过瘾。那还有粥哎，它的粥看起来也是下下酱。其实在这边工作，感觉真的是饿不了。员工的排队区域呢，现在是有 A 跟 B 这两种区别。上面只写韩文，我不知道，好像是两种主餐的部分。但是我发现他们的员工都排 B， 所以我也很好奇。我们也是跟着 B 走看看，看会是什么样的食物。哦，这是他们今天 B 餐的内容。这边是便当的选择，看起来超丰盛的啦。哦，这就是他们比较韩式的东西，因为他们都韩国人，所以他们当然不想吃韩式的。可是如果是我的话，我蛮想吃更韩式的东西的。这次就拍一个这个好 B。另外一套主食，这是比较美式的，有烤鸡跟香肠。啊，万能小卡，赞！公司的这个是公司买单是不是？我那个晚餐全部要喝。他们这边连餐具都要印上满满的他们 logo 的元素，真的是很猛。然后旁边还有一个类似沙拉区域，这包什么？哦，还有白饭。怕你吃不饱，还该多加一点饭。这边感觉是一点生菜沙拉的区域，这个真的，这个真的搭什么都好吃。先拿一包，好，准备开动。它这边这韩式的筷子一直都不是那么的好用，说实话，它一直都是那种很扁的，像那种扁扁的，我用这个东西完全夹不起来，我不知道他们怎么办到的。他们这边呢是不能够捧起来吃。那我们台湾以前被我妈妈教，就是一定要以碗就口。对不对？可是他们这边的是要完全放着，然后低头这样子吃。我的观察是这样子，因为他们这样吃好像乞丐吃吧，对不对？完全不一样。对，其实我很想要把碗拿下来吃啊。我们今天尝试一下当个韩国人，热腾腾的，这感觉是辣辣的东西了，配一点饭。哎，好辣。有点咸，一定要配饭吃。对的。台的玩意儿，这个包是啥？菜肉。哦，这个章鱼很鲜，极度有嚼劲，而且你可以吃到它的那个吸盘。我觉得那章鱼好像你这样吸在我的舌头上，是什么肉？哦，猪肉片。这边有一个刷牙间。在他们的公司里面，不太确定是他们这边的使用者习惯，还是他们很血汗，需要在这个地方刷牙固液，然后就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梳妆台可以在这边洗脸刷牙。嗯，真的是一个很健康的习惯。Proton 这一边就是真的是可以让员工完全住在公司的那一种，看着我都想要冲个澡。
有一个休息室，是给大家睡觉的地方，可以